危険な言動であります。そのような方向に導かれていけば、日本は再び誤った歴史の道に突入しかねません。一部の勢力がいかに中日の対立を煽り立てようとも、初心を揺るがすことなく、堂々と友好の旗を高く掲げ、中日の間の4つの政治文書の原則に従い、両国関係の大局を守るべき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台湾問題はいわゆる中国の内政問題でございます。日中共同声明の立場に戻り、日本は米国と同様に台湾の独立を支持しないと表明をすることが肝要だと私は理解しています。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收看华文大直播，我是全全。45年前的8月，中日两国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0号，日本民众在东京召开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纪念大会。中国驻日大使吴江浩出席大会的时候强调，回到缔约时的初心，切实履行条约的意义极为重要。他也提到，日本有政客煽动台湾有事，这十分危险。而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也指出，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不支持台湾独立是非常关键的。更多内容马上进入今天节目。我们先把目光转到美国，美国总统拜登9号发布行政命令，禁止美国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公司对中国的量子计算、半导体和某些人工智能领域进行投资，并且把香港、澳门一并列为受关注地区。白宫强调，这不是一项经济行为，而是捍卫美国国家安全的行动，奉行针对中国去风险政策，而非经济脱钩。美国总统拜登9号签署行政命令，授权美国财政部长监管美国在半导体、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和某些人工智能领域对中国企业的投资。这项行政命令旨在阻止美国资本和专业知识用以开发可能支持中国军事现代化并损害美国国家安全的技术，主要针对私募股权、风险投资、合资企业以及绿地投资。美国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拜登政府致力于通过适当保护对下一代军事创新至关重要的技术，以捍卫美国国家安全。这项行政命令针对的范围并不广泛，只是对现有出口管制的补充，并且将维持对开放投资的长期承诺。白宫国安会高级官员9号强调，这并非是经济行为，而是国家安全行动。华盛顿邮报报道称，这项行政命令是拜登政府历时2年内部辩论的产物。财政部和商务部主张采取更温和的行动，但白宫国安会以及美国国防部则推动更激进的方式。这项行政命令只是初步行动，未来45天内将会接受公众评议，随后提出正式提案，并再次征求公众意见，明年才会生效。不过，他向中国发出一个信号，即尽管最近中美外交关系有所升温，但华盛顿仍然继续对北京获取关键技术实施限制。不仅如此，拜登政府预计美国的多个盟友将会效仿。美方官员称，此前白宫已经咨询了盟友以及对手，包括中方意见。而美国商务部还预计在本月晚些时候扩大对半导体等敏感技术的出口禁令。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在一份声明中抨击美国习惯性将技术和贸易问题政治化，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将其作为工具和武器。中国将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坚决维护自身权益。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美国总统拜登9号签署了对华投资限制令，引发各界关注。有美国媒体10号就发文指，这个限制令显示美国政界对华温和派在和强硬派的博弈当中取得了胜利。文章称，拜登此次签署的对华投资限制令是美政坛对华温和派与强硬派博弈的结果。尽管限制令的细节尚未敲定，现有信息已经显示，以美国财政部为代表的主张谨慎处理对华关系的温和派在这场博弈中胜出。文章举例称，限制令不会于年内生效，不影响现有投资，且仅涉及3个中国高科技领域等事实，都符合温和派一直以来的主张。文章特别提到，与以往大张旗鼓地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相比，拜登这次签署限制令是在其访问墨西哥期间。
且签署过程没有媒体见证，也显示出他有意对此事保持低调。另有美国智库学者表示，对美国商界来说，这一限制令范围狭窄是个相对较好的消息，而美国政坛的鹰派则对此限制令大加批判。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批评限制令的力度太小，出台时间太迟，内容上也是漏洞百出。共和党籍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主席麦考尔则称，限制令应当涵盖现有的对华投资，且中国的能源行业和生物科技也应被纳入限制范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对于美国总统拜登签署对华投资限制行政令，中国外交部和商务部都作出回应，表示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又指会保留采取措施的权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网站表示，对于美方执意出台对华投资限制措施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并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中国外交部指出，美方真实目的是剥夺中国发展权利，维护一己霸权私利，是赤裸裸的经济胁迫和科技霸凌，认为美方此举严重违反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严重损害中美两国乃至世界工商界利益，其实质是搞逆全球化，去中国化。中方敦促美方切实履行拜登总统无意对华脱钩、无意阻挠中国经济发展的承诺，停止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立即撤销错误决定，取消对华投资限制，为中美经贸合作创造良好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动向，坚决维护自身权益。而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网站回应指，美方限制本国企业对外投资，打着去风险的幌子，在投资领域搞脱钩断裂，严重背离美方一贯提倡的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影响企业正常经营决策，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中国商务部指，希望美方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不要人为阻碍全球经贸交流与合作，也不要为世界经济恢复增长设置障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其实美国遏制中国科技发展已经不是新鲜事儿了，不过从前总统特朗普开始到现总统拜登，美国政府的对华科技遏制战略全面升级，矛头直指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特朗普上台后的2017年12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将中国确立为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对华科技遏制全面升级。继任的拜登政府基本沿袭特朗普政府的遏制战略。总体来看，近年来美国政府为打压和遏制中国科技采取了五大举措。第一，加大对中国在美国投资的审查力度。2018年，美国国会通过《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此后经美国商务部严格审查，大批中国对美投资项目被迫取消。2022年9月，拜登签署行政命令，加强审查外国对美科技及供应链领域投资。第二，加强对美国技术产品的出口管制。2019年4月，美国商务部将37家中国企业、科研院所等机构列入未经验证实体清单。5月，将华为及其68家子公司整体列入实体清单。截至2022年6月7号，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出口管制清单的中国实体共有517个。第三，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限制中国技术产品进入美国市场。2022年11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以国家安全为由，彻底禁止华为、中兴等5家中国企业在美销售新电信设备。第四，利用政治手段制造寒蝉效应，破坏中美两国正常的科技和学术交流。2018年11月，美国司法部启动中国行动计划，以所谓打击经济间谍和窃取知识产权为借口，对在美华裔科学家和与中国有合作关系的科研人员进行系统性调查。第五，在国际上积极构建遏制中国的科技联盟。拜登上任后，通过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美欧贸易和技术理事会、澳英美联盟等体系，搭建起一个相互嵌套的对华科技竞争格局。美方还牵头建立美国半导体联盟、芯片四方联盟等，试图将中国大陆排除出全球半导体供应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政府对华科技遏制战略全面升级，把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武器化，剑指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后续会产生哪些影响呢？相关话题，今天节目中邀请到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先生来点评分析。包先生您好，我们看到这次的行政限制令是聚焦了三个产业哈，人工智能、量子计算还有半导体，为什么是这三个产业？这三个领域一言以蔽之，就是数字时代的信息基础设施。我们都知道，现在已经从信息时代跨入到了数字时代。数字时代的含义就是所有的传统的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经济等等社会治理等等体系都会基于新的数字底座来构建，而数字底座上的各个支撑的模块之间流淌的是信息，是数据。所以也有一种说法，数据就是新时代的石油。那么半导体是什么？半导体就是大规模集成电路，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谓所说的芯片。芯片提供的基本的东西就是算力，同时存储类的芯片提供的就是存储，海量的数据需要存储，需要进行大规模的云端存储和本地存储，这些都离不开半导体。所以半导体既提供了基础的算力，又提供了数据存储所依赖的介质，所以它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它相当于是新的数字时代数字经济的骨架，它是整个骨骼系统。那么我们再看量子通信，量子通信呢，现在大的研究方向有两个分支，一个分支现在已经应用的非常成熟了，而且在这个分支中国绝对是占据全球最领先的地位啊，还不是之一，就是最领先，也就是量子通信。量子通信其实说白了就是利用量子技术和量子的相关的信息原理来对信息的传递的信道进行加密，这样的加密技术毫无疑问对于军事、对于金融等等需要特别保密的这些领域都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保安全保障作用。我们可以这么说，离开了安全，那么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和一个国家的军事国防体系那就是个筛子，对不对？而在现在的数字化时代，当基本的信息数据单元成为了现代的国防军事建设的底层的基础性的这样的架构和细胞之外，那么对于整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来说，数据安全保障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可想而知，这种的并行计算力，一是在刚才说人工智能的训练，再一个是对于什么呢？对于还是刚才说的加密和解密。加密和解密就是矛和盾嘛，对不对？实际上都是需要大量的并行计算的能力。所以我们说量子通信和量子信息科技领域实际上是对未来的数字经济的最强大的护城河和最强大的外在的安全保障。同样的道理，你没有这个安全保障，我就可以轻松地攻破你的系统。事实上我们看到国与国之间的黑客行为也是持续不断，对不对？美国对中国的有组织有计划的黑客攻击一直也没有消停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已经开辟了另外一条真正意义上的战线，也就是信息战线和安全战线。最后一个，我们说人工智能，毫无疑问，从去年十一月底 OpenAI 推出了 ChatGPT 之后，生成式人工智能也就是 AIGC 引发了全球的无论是从业者还是广大普通消费用户的广泛的关注。而 AIGC 的下一步应该大家现在业内的公认就是走向通用人工智能，就是 AGI。 那么从 AIGC 到 AGI， 应该说人工智能越来越像最初它所描述的那样，真正的能够完全的模拟人类的思考，甚至生成人类的思想，甚至于超越人类的思考，超越人类的思想。毫无疑问，它对于整个任何一个文明来说，它能够不断的增加这个文明的总量，同时也是在削弱这个文明的对手文明的总量，文明的此消彼长之间，这实际上是一个更大的宏观的课题。所以说人工智能决定了文明的兴衰。这三大领域涉及到信息时代的基础设施，包括安全，还包括整个文明发展的进程哈。那在刚刚提到这三个领域里面，中国企业现在目前发展处于什么样的水平？少了来自美国的投资，中国在这三个领域的发展是否需要担心？对于中国的相关企业来说，他们又是否做好了准备要迎难而上呢？我们现在应该是做二望一啊。当然在不同的领域我们确实有不同的挑战，比如说在半导体领域，确实
高端的光刻机，比如 EUV 产品，我们受到卡脖子的进口的限制，现在无法顺利的获得，导致我们现在还无法完全自主的打造28纳米之下的，也就是14纳米、7纳米、5纳米，甚至更低的这样的先进制程的半导体芯片啊。但是28纳米作为一个成熟制程，以及28纳米以上的，比如说45纳米，比如说65纳米这样的成熟制程来说，中国大陆的半导体的工业正在快步的赶上，应该说这是一个好的发展趋势，也是被逼出来的。实话实说，这些领域的核心技术没有说黑箱的，也就是说没有说很神秘的，完全不为外界所知晓的，很多的技术的原理和机理，包括工艺的原理和机理，事实上都是公开的材料。那么在这个领域，事实上就是比拼的一个民族产业的决心和投入的力量。我们自己有半导体的大基金，对吧？事实上我们并不是很需要来自于美元基金的，比如说风险投资的或者是私募股权投资的相关的资本，这一块影响不大。影响比较大的是人工智能，因为人工智能领域呢，我们说目前来说正处于一个百花齐放、生机勃勃的时代。由于过去的人工智能的在模型的选择、在技术路线上存在很大的争议，可是直到去年的11月29号 ，OpenAI 发布了 ChatGPT 之后，这个争议现在已经消弭掉了，没有争议了。也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与大语言模型 LLM 这样的发展趋势已经得到了行业的公认，所以围绕这个领域的创业行为越来越多。我们说很多的创业的，很多已经功成名就的这个企业家又重新出山再入江湖，包括自己带资入组啊，5000万美元也好，或者上亿美元也好，来进行投入。这一块呢，实话实说，它需要的创业的成本和门槛也蛮高的。所以说在这一块，确实在初期的时候，不管这个创业者自己带了多少钱，依然需要大量的 VC 和 PE 的支持。而这一块的美元资金和资本，从2015年到现在，实际上中国的在人工智能的创业企业已经从美元基金这边拿到了超过400亿美元的资本。也就是说，这一块实际上也是非常受到美元投资界的喜欢和热衷的一个投资目标领域。那么至于量子通信呢，这一块呢，客观的讲，量子的信息技术，无论是量子通信还是量子计算，目前来说都还有很多基础科学需要突破的地方，所以它未来的不确定性非常之高。包括在美国相关的 VC 相关的 PE 在投资这个领域的时候也非常的谨慎，所以这块我认为影响也不大。总体来看影响是可控的啊。好，那至于这次行政令的针对范围，我们看到它在附件中是明确列出是中国香港啊，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为什么会列入港澳地区？禁令实施对于港澳地区的科技企业来说，实质的打击又会有多少呢？我觉得直接的打击并不是很大。为什么呢？因为客观的讲呢，香港和澳门这两个地方在于高科技领域的创业的氛围啊，与这个大陆比，相比起来啊，相对没有那么浓厚，对吧？相对没有那么浓厚啊，相对淡一点啊，相对弱一点。我想在这里头，它包含了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呢，可能的目的是这样，比如说，它的创业主体是中国的大陆的创业团队，但是呢，注册公司可以注册在香港或者澳门，对吧？那么如果注册在香港和澳门的话，是不是可以，它这个行政禁令就有了一些漏洞呢？站在美方的角度来看，对吧？他可能是想把这个漏洞把它补上，或者把这个篱笆给它扎牢，不希望有的创业团队呢绕开这个禁令。我想这可能是一个最直白最浅薄的原因啊。那么同时呢，还有一点也比较关键，就在于什么呢？我们都说啊，我们看啊，当这几年美国这个拜登政府的行政禁令可不简简单单是这一个禁令啊，相关的法案和行政禁令有很多，其中有一条，这个包括中概股中国的企业在美国上市，其实也是受到了很多的歧视。比如说他通过这 PCAOB 要审计中概股在美上市的中概股的财务底稿，对吧？这个那么这就导致了最近几年相当多的在美国上市的优质的科技企业纷纷的回到了香港的联交所来进行二次上市，也就是通过多地上市的方式来进行保证自己在
资本市场的这个资本的融资敞口的顺畅的敞开。你像阿里巴巴回港了吧，网易也回港了吧，然后包括百度，包括其他的公司，所以说这种公司很多。这种公司呢，实际上对于香港的联交所来说是个好事情，因为是不是能拥有越来越多的质量很好的上市公司，尤其是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高科技上市公司，决定着一个资本市场它的质量和它的规模。好，谢谢包先生的点评分析。我们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中国国安部十号表示，嘉者相关物项具有明显的军民两用属性，实施出口管制，确保其用于合法用途，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合法之举，确保自身发展的合理之举。中国国安部说，中国对嘉者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之举。中国维护国家资源安全的决心是一以贯之的，是完全合理合法的。国安部强调，实施出口管制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合法之举。嘉者相关物项具有明显的军民两用属性，依法实施出口管制，确保其用于合法用途，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为了更好履行国际义务。管制措施发布前，中方通过正常渠道向相关国家进行了预先通报，公正、合理、非歧视，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国安部还指出，实施出口管制也是确保自身发展的合理之举。中国连续多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战略性矿产资源进口国和消费国，现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和城镇化快速发展期，对战略性矿产资源需求持续攀升。面对大国博弈加剧，全球政经格局调整，必须提升资源安全和保障水平，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国安部还强调，实施出口管制是符合国际通行做法的正当之举。发达国家大多对战略性矿产资源实施管控措施。美国、欧盟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的多个协定都对嘉者等关键矿产出口作出特殊规定。而多年来，中国向全世界提供的嘉者产量比重远超自身占全球储量比重。中方采取管制，减少战略性资源流失，符合国际通行做法，依据十分清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来关注到京津冀地区，抗汛救灾工作持续进行，北京门头沟和河北多地持续进行清理淤泥和抢修公路以及电力的工作。天津市已经解除了洪水橙色预警，但是部分河段的水流仍然湍急。在北京门头沟的东马各庄村，一处桥梁在山洪中垮塌，进村的道路依然布满碎石和淤泥。当地村民表示，山洪爆发后将一处民宿外墙冲倒，导致院子里进水。当地有工人加紧开展清淤工作和清洗家具。民宿经检测后依然安全，目前正开展生产自救和清理工作。由于东马各庄村有十分之一的房屋受损，村民无法进行基本生活，因此在三号已被全数转移出去。武警交通方面已出动大型机械加紧抢修。河北涿州中学地处低洼路段，校内依然有大量积水，最深可达小腿处，大量淤泥影响交通安全和道路行驶。武警河北总队保定支队的100多名官兵进入校内进行清淤作业。由于目前大型机械无法抵达当地进行作业，因此依赖人手和工具来清理淤泥。此外，学校有100多名老师自发来到学校，与武警官兵一起帮忙进行清淤作业。据了解，这次涿州有24所学校遭到灾情影响，当地所有学校计划在25号以前完成清淤，以具备开学条件。河北多地正在加紧抢修损毁公路及电力供应设施，截至9号，已抢通超过2000处断交路段，占所有断交路段近90%。此外，涿州市主城区及90多个村庄已陆续恢复电力供应。其余受影响的村庄供电设施仍在抢修中。天津市9号因应多条河流水位持续下降，解除洪水橙色预警。大清河抬头段水势比较稳定，当局使用沙袋等方式把山坡渗水区域进行封堵，杜绝险情。不过，作为多股水流汇集之处的大清河第6部，水流依然十分湍急。当地开挖了一处100多米宽的缺口，排走蓄滞洪区积水，保护大堤安全。当地水利部门表示，区内已经没有严重险情，整体平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台风卡努预计在12号早上进入中国东北地区，届时或将在当地引发洪涝灾害。黑龙江和吉林等地官兵正在危险区域加固堤坝子堤，逐户的通知预警，尽最大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据黑龙江省水文水资源中心预计，松花江干流的哈尔滨站10号晚将出现洪峰，至于黑龙江支流乌苏里江的虎头段洪峰则将于12号凌晨到达。武警黑龙江总队机动支队官兵9号对哈尔滨玉泉谷外围子堤进行加固，装填沙袋约2.5万个，完成了360米堤坝加固任务。在牡丹江市大湾村，武警牡丹江支队官兵对东小河堤坝子堤进行加固，铺设了长200米、宽8.5米的阻隔沙袋，封堵风险点位。在吉林舒兰，第78集团军某旅抢险救灾指挥组提前勘察易受洪水威胁的风险区域，观察乡镇极易发生山洪灾害的自然村屯，抽调各梯队部分骨干力量，提前发布预警提示，逐户上门通知。同时，搜救队伍也在加大力度排查转移多个受灾自然屯的群众，确保危险区域的群众应转必转，应转早转。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等部门10号上午针对台风卡努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影响进行了视频会商调度，要求东北地区做好路上防风工作，及时加固高空建筑物、农业大棚等，加强防洪工程的科学调度，抢抓修复前期水毁工程，恢复防洪能力，特别要关注境外来水情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黑龙江上智市9号发出停工停业等5停措施，应对台风卡努的影响，这是东北地区第一个发出停工停业措施的地区。而早前的台风杜苏芮带来的降雨，曾经造成蚂蚁河洪水漫过河堤进入上智市，洗洗涮涮停不下来，清污排水还在继续，自来水管爆裂，地下室的水从窗台往外溢，这水泵呼呼抽一天，没下多少，第二天涨上来了。住宅小区的绿植上全是污泥，没有及时拖走的摩托车上也全是污泥。社区工作人员在给老人、残疾人送矿泉水等物资。现在我们主要是迎接，就是看看这个台风这个卡努，然后登陆的话，我们第一个做个提前的预防。这个呢，这些物资的话，主要啥？我们上次这小区受灾特别严重，社区配电房也得赶紧用沙袋围起来，防止洪水再次倒灌之后对供电产生影响。8月2号的强降雨之后，蚂蚁河在上智市出现漫堤，上智市被淹。而吸取上一次教训，为应对卡努台风的影响，上智市是动员人力和物力，在河堤较低处筑起沙袋坝，希望能够用临时坝挡住河水蔓延进入城区。上智市在9号晚上发出公告，称台风卡努将于8月10号影响上智，10号到12号部分地区降雨量预计达到50到70毫米，阵风6到7级，加之台风杜苏芮对防汛能力造成的巨大消耗，防汛抗灾将迎来两期台风叠加带来的新的更大挑战，决定8月10号到12号全市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这不说又要来台风又要啥的吗？就是在现在这边待着，买点吃的喝的，看看这台风能啥样啊？最好是别来呀，但愿别来呀。这就是要来，有啥准备的？放弃的状态了，都已经这样了，还有啥准备的吗？你俩都是放弃的状态了。不是放弃，现在所有的我们的物资全部被水淹没了，都已经废了，现在没有了，没有了，就等着重新开业之后，完了再重新购买了。10号白天，上智没有明显的降雨，风在逐渐增强，市区交通顺畅，公交车正常运行，市民也都在不断查看台风的消息。临江的一些低洼地区贴出公告，从10号开始要转移避险。凤凰卫视霍伟伟、王磊、刘家浩，黑龙江上智报道。受台风卡努的影响，黑龙江牡丹江市10到12号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天气。那更多当地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本台特派黑龙江牡丹江现场的记者霍伟伟来了解一下。伟伟你好。晚上好，全全。伟伟，现在你画面中看起来还是比较风平浪静啊，现在当地的天气情况如何？当地的防台风防汛工作又进行得如何了？
好的，全全，确实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画面当中是一个风平浪静的一个状态。如果你再仔细听一下声音的话，还有一些音乐的声音。我现在所在位置就是在牡丹江市的牡丹江畔，在江畔的一些公园当中，还有很多的市民现在是在跳广场舞，确实是一个非常平静的状态。如果是前几天我们到这里的话，我现在所在的位置都是被洪水淹没的，但是洪水来得快，去得也快。目前整个的牡丹江的话，水位是比较低的。刚才我也给附近的民众进行过一个简单的一个聊聊，大家都说现在的水位是比较低的一个状态。确实这次的卡努台风继续北上的时候，对东北地区造成怎样影响是非常关注的。根据最新的一个预报情况来说的话的卡努的影响会主要集中在东北，也就是黑龙江的东南部和吉林的东北部地区。更加具体的来说的话，就是在中俄和中朝边境交界的地方，在牡丹江的，也就是在东南部，也就靠近中俄之间的东宁以及绥芬河地区的话，降雨可能会比较大。根据最新的预报，从今天晚间，也就是在明天凌晨开始到明天上午时段的话，附近的一些区域将会出现是80到110毫米的一个降雨。这些降雨的话，主要集中在中俄边境，也就是刚刚讲到的东宁和绥芬河地区，而在牡丹江更大范围地区的话，降雨量是在40到80毫米。但是根据之前的一个水情以及接下来的一个降雨情况的综合预判，黑龙江是向包括牡丹江、木林河和绥芬河三条河流发出了预警，可能会出现一个超警的洪水过程。可能洪水是在5到10年一遇的量级。刚刚我要跟普通的附近的民众也都聊过，看他们做了一些怎样的防台准备。虽然说现在风平浪静状态，市民出来遛弯的时候手里都拿着一把伞。我们今天是从哈尔滨一路往东在行走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越往东走的时候，云层是越来越厚，越来越低的。中间也有一些时段是出现过降雨，但是降雨量都不是很大。大家比较担心的是今天晚间和到明天白天的降雨过程当中到底有多大。目前整个的江牡丹江等等的一些河流来说的话，都是做了一个万全的准备，尽可能的泄洪，留出空间为未来的降雨做准备。相关消息我们会在前方持续关注，先把时间交还给香港全全。好的，谢谢伟伟来自牡丹江的现场报道。我们再来关注到河北水灾，多地社会救援队伍近期集结在涿州参与救援和抢险，但他们在工作当中呢也有遇到困难的时候。记者在跟随一个大连来的救援队伍的时候，就见证了外来的救援队伍和本地民众双方相互温暖的善举。来看河北前方发回的纪实报道。再来个队上还有你啊，还有这还有一个。被疫情以后推进涿州这家乡镇医院的是一支大连公益救援队伍的队员，两人在曾经水淹比较严重的涿州码头镇消沙时突然身体不适倒下。第一位队员倒下发生在下午6点半，傍晚码头镇白雾村，这是救援队第二次返回涿州救灾的第三天。在完成救灾物资的卸货之后，开始着手当地的消沙工作。村民说，村里至少有8个养殖场牲畜死亡较多，需要尽快消杀。7名具有消杀资质的队员整装待发，在最炎热的夏天来干最艰难的工作。涿州加油。连日32摄氏度以上的高温，3N 口罩、全身防护服以及60斤的消杀装备，队员们在分组完成对一条村道以及2个养殖场的消杀工作后，脸色都有了变化。下午6点半，对讲机里传来了召集队员的指令，一名队员在工作时晕倒了，突发情况让队员措手不及。与此同时，又一名队员也出现了呕吐症状。在晕倒的队员被送进村民家中进行院前急救的同时，村民们忙了起来。您这儿干嘛去啊？我这是给咱们的队员送个电扇，他们不是中暑了吗？不是有空调了吗？对，有空调我怕不够，凉度不够快，再给送个电扇。这个正在那个丽丽啊，我这儿有两根冻的，我拿来了，拿来了。我怎么不着急呀？上我们这儿那么救灾来了，那么这么热的这样了，我不着急呀？那么我怎么不着急？你说呀？那他们今天干活，明儿不也得接着干吗？今儿个他妈这样还干什么？别干了，那我不着急呀？你问三哥，你说是不是？是。年轻轻的，援助我们来了，你说啊？是啊，这儿支援我们来了，这么着我们不着急啊？咋谁头都着急？我们这儿的，
外地跟我们跟本地一样嘛吧，支援我们这儿来了，你说，我寻思我也，你看这不我也不好受。这小孩缓过来了，没事没事。你看看就是给我们这儿救灾，您担心他们吗？担心。为什么呀？都是为了老百姓的。村民正担心里面的队员，刚才同样呕吐的队员被背了过来。他也不得我想。晚上7:40，两人被送到本地一个乡镇医院。他们现在只能是说有意识、有反应，你叫他，他会点个头或者有一个面部的微弱的表情，但是他现在还不能沟通，就是说话也张不开嘴，是这样的一个比较严重的情况。在等待队友情况好转时，救援队员也表示，突发情况下当地村民的表现让大家觉得很暖心。两位队友是否尽快能回到队伍中参与救援，还有待观察。凤凰卫视疾控萤火徐逸轩，河北涿州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9号晚抵达新加坡，于10号正式开启对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柬埔寨的访问。新加坡外交部9号发文称，访问期间，王毅将会分别和总理李显龙以及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会晤。好，再来看到有分析指出，面对菲律宾近期在南海的挑衅行为，王毅此访将会寻求和三国在南海问题上凝聚共识。王毅10号抵达新加坡，开启为期4天的东南亚之行，这也是他再次担任中国外交部长以来的首次出访。而此行也正值上周末菲律宾向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非法运送建筑物资，引发海上事态。有专家分析指，面对菲律宾的挑衅行为，中方将寻求同三国在南海问题上进一步凝聚共识，排除域外势力干扰。我们这种挑衅的行为实际上是与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基本的精神是不相违背的，也是与东盟的绝大多数成员的利益也不是相一致的。所以王毅外长这次访问，我觉得还是和这些三个国家啊，在南海问题上还是进一步的凝聚共识，来共同的维护了南海的和平与稳定。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一定要排除外界的这种干扰。王毅此行将先后访问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柬埔寨。徐立平指，除了南海议题之外，王毅此行也将和三国加强战略沟通，并通过深化一带一路合作同各国巩固双边关系。因为东南亚是我们周边的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也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的地区。因为我们知道今年是一带一路提出10周年啊，所以呢，东南亚我们很多的一些一带一路的一些示范性的项目都在东南亚，所以呢，我觉得这次访问东南亚呢也在这个方面会有所着力。在访问的第一站新加坡，王毅将同外长维文进行会谈，并分别同总理李显龙、副总理黄循财会面。徐立平指，在今年4月，中新两国将关系提升为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之后，这次访问将会聚焦这种新的定位，进一步落实两国领导人的共识，或会形成新的具体的合作规划。凤凰卫视小文朱明亮北京报道。菲律宾总统马克思9号表示，并不知道中菲之间就拖走仁爱礁非方船舰达成过协议，就算有，他现在就将之废除。菲律宾总统马克思9号称，不知道菲律宾曾与中国达成过把座滩军舰从仁爱礁拖走的协议。I'm not aware of any agreement that the Philippines should remove from its own territory.Its own ship, the SPS of the Madre, from the Union Shore. And let me go further. If there does exist such an agreement, I rescind that agreement as of now. 菲律宾日前指责中国海警在仁爱礁海域用水炮驱离企图向座滩军舰进行补给的菲方船只和海警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8号回应事件时强调，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菲方多次明确承诺拖走在仁爱礁非法坐滩的军舰，但24年过去了，菲方不但未拖走军舰，还企图对其大规模维修加固。菲方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和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同日，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拥有主权，这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国家主权。
同时呼吁菲方信守承诺，立即停止一切挑衅行为。另外，菲律宾《马尼拉时报》报道，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九号表示，菲律宾和美国之间的西菲律宾海联合巡航协议即将敲定，菲方希望行动能够在今年年底前启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粤港澳大湾区有哪些新鲜热闻？我们一起来直达大湾区。深圳市口岸办发布深圳陆路口岸进一步优化通关环境、提升通关便利化的若干措施，协调香港口岸部门在香港一侧开展旅游消费宣传，提升文旅宣传影响力，便利旅客通关。一批江门制造的货物通过大湾区组合港模式，由江门高新码头运至深圳蛇口港，通过国际货轮出海。深圳蛇口江门高新组合港路线的开通，标志着大湾区组合港线路以100%覆盖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个城市。广州市天河区深化支持港澳青年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实施办法九号发布，天河区将推动港澳青年之家在香港、广州同时落地，每年安排100万元支持港澳青年之家建设，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提供1:1全面调需求对接服务。2023泛长江行动香港传媒学子江苏行活动九号在南京启动，来自香港和南京的24名学子将以实习记者身份走访江苏省5座城市，领略和采访江苏历史文化以及社会发展亮点。成员们分别来自香港理工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培侨中学、南京大学等大中院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华文？节目最后，凤凰记者带您去看看。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全权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骗我们的五湖龙海集团的金流，他到底跑到哪里去了？是如何把我们辛苦一辈子的钱弄不见了？战俘不但没有作为，还跟诈骗集团在一起吃饭，吃的鱼翅，吃的鲍鱼，吃的龙虾。五湖集团旗下的龙海生活事业违法吸金220亿台币，近20000人受害。而国民党痛批人民一生积蓄被骗光，蔡政府却与诈骗集团挂钩，毫无作为。随着人脸识别技术的广泛应用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人脸识别验证类犯罪伴随产生。犯罪分子利用实时 AI 换脸的物料主要为照片，特别是身份证照片，同时结合人员姓名、身份证号来突破人脸识别验证系统。严打泄露身份证照片等图像信息的犯罪源头，破获 AI 换脸案件79起，抓获犯罪嫌疑人515名。香港竞争事务委员会早前发现，本地两个网上外卖平台对合作的餐厅施加某一些要求或损害竞争，可能违反竞争条例。究竟最终承诺的内容啊，就住嗰啲公众咨询嘅意见之后咧，有冇需要去再调整啊？咁呢啲我哋一路系进行呢啲工作。